大家好，我是龙武老师。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共享龙武老师交作业《佛教图腾基本篇》。这个篇章主要在跟各位介绍关于图腾基本的一些运用项目，当然主要包含图腾三个主要的运用功能：混色、不透明度以及呢锁定。另外，对于图腾变形的运用，从基础的变形、扭曲、倾斜的一个变形，甚至做弯曲以及特殊变形的部分，那当然也可以透过异化来进行新功能的运用哦，就可以直接针对脸部表情做细项的变形效果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可以进行图层遮掩的运用，包含灰阶遮掩、向量遮掩。群组的搭配运用，当然群组本身也可以做遮色片的运用。一个图层或是一个群组项目，同时可以拥有灰阶遮掩与向量遮掩，所以它的编辑空间项目就非常的大。另外，剪裁遮掩的运用，你可以透过上图层与下图层的对应关系，那下图层必须要有透明遮掩之区，那上图层呢可以为负数，那当然再结合遮色片。功能是非常的强大与丰富哦。这门课的教学重点：图层基本功能、图层管理合并、图层变形功能、图层遮色片功能、剪裁遮色片功能。上完课程，你将学会学习在软体中进行图层管理、合并与图层变形，运用图文遮色片相关复合功能为丰富影像合成做准备。上课前，你应该具备熟悉 Windows 或 Mac 作业系统，初步会 Photoshop 软体更好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共研龙文老师教作业《Photoshop 图层基本篇》。